Hello， 咁啊，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咧，就翻到嚟啊！今日20号周日版国际大棋局嘅第一节。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各位嘅听众朋友咧，就按赞、订阅、俾 like 啦。咁啊，亦都咧口耳相传我哋节目俾你身边嘅朋友、家人啦。咁啊，有能力嘅听众咧，亦都可以订阅我同埋台长啊嘅一个嘅 Patreon 啊，同埋我哋 YouTube 嘅会员啦。咁啊，可以利用啲 QR code 课金支持下我哋啊！咁我哋個台呢，咁一定呢會繼續努力去開創唔同多啲嘢，咁亦都會發掘多啲主題呀，同埋發掘多啲呢講嘢過癮啦嘅人呢返嚟呢同大家一齊開咪講下嘢啦。咁今日返嚟呢，咁首先有件好開心嘅事，因為我哋呢不嬲最年輕個聽眾呢，其實講緊係6岁呀嗰位小朋友呀，咁而家呢個記錄呢又刷新咗喎。咁啊吓，究竟哇，今次个小朋友系几多岁咧？咁啊呢件事咧，哇，留待阿台长咧第二节咧，咁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喂，咁但系而家咧第一节翻嚟，咁最紧要就系即系大陆个情况啊。咁大家见到咧，我哋提出过啦，譬如话而家个大迁徙啊，即系呢一个城中村做衣服嘅，咁啊要佢将啲人要调走啦，跟住啊遣走佢哋啦，有好多人逃离咗啦，咁啊出现好多嘅，譬如话啲暴力嘅场面啦，甚至乎系讲紧系双方即系人民同埋嗰个管理者嘅情绪，大家都唔好噶啦。咁以至讲到啦，即系有一位嘅妙龄少女啦，都系广州嗰边嘅，咁跟住啊，因为即系琴日都同大家回顾咗啦，因为言语间嘅顶撞，咁啊引嚟俾人五花大绑，咁啊跪喺条街度羞辱，咁个同伴咧，咁啊甚至乎系怀疑系争执期间咧受到啲攻击，咁啊晕咗啦，咁其实咧广州嘅事件咧，去到今日咧，其实都系好严重，系冇系停过嘅，成件事咧嗰个升温越嚟越犀利啦。咁啊今日咧，咁啊适逢咧吓就系周日啦，咁啊台长咧咁亦都系落咗啲指示啊，俾啲工作人员尽快揾料。咁揾料之余咧，最难得就系你一定要揾翻一个国内咧嘅人啊喺度咧，咁佢嚟讲翻个第一身感受咧，咁我相信呢个咧对大家嚟讲咧都系最真切嘅。咁啊我哋咧吓就诚邀咗我哋已经上过两节目两次嘅 T 小姐啊，系就作为我哋呢个吓特派员去搜集下啲资料，咁啊同时咧佢亦都影咗啲独家嘅相片上嚟咧，咁啊亦都系全部吓俾阿台长睇咗噶啦，咁啊已经咧系有一个嘅结论啦，咁或者大家可以讲下睇法咁样，咁啊今日咧个节目咧，咁我相信系相当精彩啊，咁啊喺呢度咧要交支麦啊俾阿老师同埋咧阿 T 小姐 ，T 小姐请你开麦讲，打声招呼好唔好啊？嗨，你好，台长你好，文俊你好，观众你好，好多谢 T 小姐啊。咁未讲呢个广州嗰笔之前咧，就有两单新闻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其一咧就黄秋生咧，琴晚喺个59届金马奖度咧就夺得呢、这个最佳男演员啦，咁俗称影帝。咁原来咧佢都好多次影帝，但系原来佢系第一次攞呢个金马嘅奖嘅影帝啊！咁所以佢上台嘅时候都有啲激动，咁就啱啱亦都佢带埋一个小演员啦，呢个应该系啲南亚裔嘅小演员，不过佢又即系应该都系识讲广东话嘅。咁佢嗰个小演员咧就好怕丑啊，系上台又唔即系太惊啦啊，净系识喊，咁啊但系咧就好 cute 嘅。咁但係聽阿黃秋生嗰番説話咧，就佢都講翻佢媽媽啦嚇，話佢之前咧其實都入選入圍過嘅，但係咧就不能夠獲獎。咁今次佢獲獎咧，但係佢阿媽媽已經唔喺度啦。咁所以佢嗰陣時都有啲激動啦。咁就當然啦，其他嘅演員咧，其實就我哋都好熟悉嘅，譬如張艾嘉。咁一位老牌嘅女演员啦，咁今次佢都攞最佳女主角，不过佢亦都提一提香港，咁就讲到咧就香港以前嗰种繁华嘅灯饰啦，但系而家就即系变咗系 LED。咁当然你听落去咧，其实你知道有另外一啲意思嘅吓，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今非昔比啦吓，即系以前佢嚟香港嗰阵时嗰种感受，嗰种自由嘅气氛吓，呢个我加落去，或者嗰种嘅灿烂啦吓，就咁而家就褪咗色。咁但係香港去嘅即係呢啲得獎嘅朋友咧，咁個個都係比較小心少少啦，即係如果你話講一句香港加油或者香港人加油咧，咁啊
翻嚟就實俾人照肺㗎啦。咁而且更加嚴重咧，就係其實都今次都幾多嘅香港電影從業員咧係入圍嘅，尤其是咧就至此啦，即係無論係嗰個男演員啊林家棟，佢都要有入圍最佳呢個男演員嗰個競選嘅，又或者最佳劇本啦嚇，最佳劇本應該贏嗰啲，如果冇記錯嚇。咁就攝影啦嚇，咁都有即係呢啲有，但係都有頗多嘅演員咧就冇去到嚇。咁例如係袁老山卡拉啊、黃浩然導演哥啦，佢哋有個 team 去咗啦。咁但係個女演員余香瑩咧就冇去到嚇。咁我哋亦都張繼聰都冇去啦，佢亦都係入選咗嗰個最佳男演員啦。咁我覺得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寒蟬效應啦嚇。就你譬如話俾個獎嚇，或者係俾你即係一個所謂嗰個承認你嘅成績嚇，咁你可以入圍去競選咧。理論上其實一般人咧，即係如果以前咧就受緊啲歡迎啦，因為大家都即係可以喺呢啲台灣或者大陸嘅呢啲電影圈入邊啊，大家互相切磋嚇，大家去評價嚇。咁但係而家咧就出現呢個問題啦。应该点样呢？喂，你唔好俾个奖我啊！你甚至你唔好俾我入围啊！我仲惊啊，系嘛？啊，依家如果话过去完翻嚟咁啊，跟住就即系冇得捞咁样。咁啊，阿黄秋生呢啲其实就已经知道啦，喺香港入边咧，基本上都系即系被边缘化噶啦。被边缘化意思就系佢你即系明明嗰个片本身系应该揾佢去拍。即係做嘅嚇，無論男主角也好，做配角也好，喂，大家話呢個人唔用得㗎咁樣，咁後邊個台詞就係愛來多口嚇。咁至於阿杜汶澤更加唔使諗啦嚇，即係長年就喺即係外地㗎啦嚇，香港都未必即係未必翻嚟添啊嚇，即係可能叫翻唔到嚟啦嚇。咁所以我諗今次咧嗰個即係香港去嘅電影從業員咧，佢哋去講嘅時候咧。咁係要好小心，好小心嚇，費事。但係而家問題就是你去咗，可能已經被認為一種表態嘛嚇，喺政治上一種表態。咁至於金馬獎本身，咁點解會即係前幾年會即係出現咗風波咧？佢只不過係一個紀錄片入邊有鬼嗰個導演佢講嗰啲説話，咁啊刺激咗所有兩岸關係啦。咁今次我諗連佢哋自己都好小心啊，即係佢哋自己都唔想話。再引起呢啲咁嘅刺激嚇，咁就因為如果你再引起刺激咧，就真係即係再下一屆又真係更加多人敢，更加多人敢嚟啊！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即係唔需要太過自我審查嘅嚇。即係阿毛主席講句説話啊嘛嚇，景陽光嘅老虎，你摸佢屁股，佢就咬你。就算你唔摸佢屁股，佢都咬你噶嘛，所以你即系要有一个，就唔好话谂住话你咩都唔讲啊，冇事。其实神早已经将你定咗位，定咗性噶啦，所以就唔需要太即系唔需要过分自我审查嘅。有中意有啲咩咪讲咯吓，讲多几句咩？香港人加油吓，香港加油咁冇问题嘅，系咪啊？即系又唔需要话去到咁极端啦吓。咁至于话咧，就另外一位演员啊，呢个嘅。雷神咧就被診斷出咧，佢有可能有早期嘅老人痴呆症啊！即係呢個少少誇張嘅，佢即係真正嘅嗰個意思就係話咧，佢嗰個基因入邊咧，佢發現咗咧就佢有呢種即係傾向啊嚇！佢而且係比普通人咧係多成十倍嘅嚇，咁所以而家佢都係開始休息噶啦嚇，就即係保重自己身體啦嚇。咁但係佢畢竟都係好後生嘅啫，咁我相信佢演藝事業咧冇咁快結束嘅。咁第二單嘢就呢、這個真係揮之不去啦，就係、是、呢、這個嗰、那個即係袁榮光歸香港嘅問題。咁而家搞笑到咧，原來咧越查越早咧，就原來一路咧一播出嚟嘅時候咧，就都係 Glory to Hong Kong， 就變咗係呢個咧，即係真係呢個咩啊？被即係外地啲傳，即係呢啲咁嘅平台咧。即係當作呢個咩啊 ？National Anthem 啊！咁而家咧就呢啲嘅建制派咧就哇，即係又係喺度打鑼打鼓啦。咁但係咧講極，我都講好多次啦。你針對 Google、針對 YouTube 嘛，係嘛嚇？要佢全面下架咁先至威啊嘛。但係一講嚟講去就話
香港的運動員、你哋冇嗰種咁嘅警覺咁樣。喂，大佬啊，嗰、那個片啊上邊啊播嗰個下邊嗰嗰幾粒字啊，你而家係幾個月後你先睇到啊，基本上係冇人知道。如果你唔細心睇嘅話，咁你又叫嗰班體育嘅嗰班運動員，佢上場打，佢最緊要打場波啫，係咪啊？佢邊度兼管咁多嘢啫？咁你而家講話，凡真一過錯咧，你即刻要第一樣嘢翹起雙，即係交叉雙手，即係表示你唔認同啦，係咪？跟住如果再嚴重啲啊，拉咗離場咁好咯，係咪？再又再，但係而家唔係咁玩法，人哋唔係淨係嗰只菇嘛，入邊嗰啲逢真一過真呢只，即係中華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義勇軍進行曲嘅時候咧，就整個呢、這個即係呢個咩 Glory to Hong Kong 出嚟，咁你就其實就唔係話去投訴嗰啲嘅。即係體育團體啊，唔知咩攬總啊，香港攬總、亞洲攬總啊，什麼世界攬總。喂，你要及實走入去佢嗰個直播室嗰度，係咪啊？仲要即係及實嗰、那個即係打字幕嗰、那個。咁而家你係派人去，派人都冇用㗎。你入唔入到嗰個直播室咧？你可唔可以側邊揾張紙住佢頭？你要咁播法咧，係唔得㗎嘛？不過咧，我覺得呢單嘢咧，其實嚴肅少少睇咧，係的而且確有啲陰謀成分嘅。因為點解咧？你一路咁以來，一路以來咁耐，都係播，即係出現一個問題，咁唔照計就唔係話係一個即係錯誤咯，係咪啊？即係除非你話喺打上去呢個 Hong Kong， 跟住 National Anthem 咧，呢個字一定出呢個 Glory to Hong Kong， 咁個問題就嚟啦。點解會爬咗上頭咧？嚇、啊，我、那、嗰個即係因為呢個 Google 有個 algorithm 啊嘛。有個呢啲嘅嗰個即係計算嘅方法噶嘛，係咩原因造成呢樣嘢咧？咁所以呢個係陰謀嚟噶嘛，係咪啊？咁你 Google 係咪特登即係將嗰個數據嘅教導係咁樣嚇，等佢即係上咗第一頁，咁啲盲模一 copy 落去咧，就即係變咗係即係登入，佢哋又唔會 check 喎，係咪啊？所以你由頭到尾咧，你而家呢單嘢咧，你應該查 Google 嘅，就唔係查嗰啲嘅呢啲嘅。即係咁嘅小團體啊，呢啲咩攬種啊，成咁樣嚇。因為如果你搞到 Google 咧，就好睇㗎啦，係咪啊？我成日都講啊，如果你冇咗 Google Drive 咧，睇下即係你香港人點生活啦，點大家點做生意啦嚇。咁 anyway 咁樣啦，即係香港仲有好多新聞嘅，咁國際方面亦都好多啦。就最重要係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嗰個 Twitter account 咧開翻㗎啦，伊朗馬斯克俾佢。咁但係佢都做下樣嘅，做下投票呢個樣，咁結果就謹慎啊。第二樣我昨天講過啦，就呢、這個北韓嘅火星十七號咧，呢、這個洲際彈道導彈咧係可以涵蓋美國本土。咁我當其時批評，我昨日批評過咧，就美國當局咧就冇乜反應。咁但係咧就好快地啦，佢哋真係做反應，就係、是、派即係咗一個超音速嘅轟炸機 ，supersonic 嘅 bomber 呢啲嘅轟炸機咧去做演習。咁但係呢兩單嘢咧，我覺得都要詳細講，所以留翻第二節啊。咁我哋今節咧就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繼續揾到 T 小姐啦。個原因就係點解咧？如果你睇而家 YouTube 咧，都有陸陸續續咧有關呢個廣州入邊嗰個即係封城嘅問題，因為封得太耐啦，好多都開始頂唔順啦，甚至有啲人斷糧添。咁我相信個經濟條件比較差嘅家庭或者嘅人士咧，的而且確佢哋而家面對嗰個情況係相當之惡劣。不過咧，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喺即係呢啲東莞啊或者廣州地方，我哋開始睇到咧呢啲近翻去呢、這個即係80年代之前嗰種咁嘅圖像啊嚇，即係所謂係咩嚟咧？就係啲大字報啦，貼曬出嚟啦。而且我有啲覺得係過時嘅，其中就是有啲我哋喺而家我哋透過啲大陸嘅即係嘅聽眾咧傳過嚟嘅時候咧，竟然有啲係涉及到係嗰個計劃生育嘅。咁而家已經講咗可以生三個啦嘛，係嘛？咁仲點解貼埋呢啲即係貼咗落嚟，係冇去除咗佢啊？定係還是而家重新貼上嘅咧？咁我呢個我哋唔知道。咁我哋就慢慢咧會同呢個阿 T 小姐走去呢個研究一下嘅。咁而家呢個即係今一節有兩部分啦，兩部分咧，第一部分咧就係廣州個疫情咧係高舉不下。就嗰個雖然話有少少下降，咁但係咧我即係見到嗰個數字咧仍然相當於高嘅。不過呢個補充咧，香港我哋都高，香港我哋都而家枕住幾日都8000幾單。
咁全就話咧醫院入邊嗰個牀位亦都即係病牀個數目相當緊張噶啦。咁但係廣州嗰邊咧，我哋見到嗰個情況咧就更加惡劣啦。惡劣嘅意思就話，因為個封城之下咧，嗰個除咗嗰個疫情之外咧，仲有個即係日常嘅生活啊，非常之不方便。咁咧就甚至嗰個喺 YouTube 上面嗰個講法就係海珠變成咗第二個上海，咁意思就係即係大家都 run， 大家都大逃。但係廣州人可以逃去邊度咧？呢個一個好大疑問嚟啊！好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係請到阿 T 小姐，阿 T 小姐嗱，你就簡單講一講咧，而家即係最新嗰個情況喺廣州，特別係海珠區嗰邊咧係點樣啊？是好的。咁而家咧，廣州嘅狀況咧就最嚴重都係海珠區啦，因為佢又不斷加監3日3日咁樣。咁咧就其他地方、其他區咧，基本上都開翻嘅，但係零零碎碎啦，仲有啲可能係一啲市場或者係一啲城中村，佢就可能琴日講解封，然後突然間今日又加封翻咁樣，即係唔知佢點樣嘅。佢話有隻羊喺入邊，有一個陽性喺入邊。佢就可能會又封翻轉頭咁樣嘅，就海珠咧就大部分係封住，咁啊有啲小部分咧就開嘅，咁但係嗰小部分其實都冇乜意思啊，只不過覺得佢就係個活動範圍相對大一啲嘅啫，咁就裏邊海珠嗰度咧就嗰啲，佢可能佢係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嗰、那個之前嗰個康樂村啊和鳳村嗰度嗰扎嗰啲咧，嗰十萬嗰、那個有成十萬人嗰個外地人啊，佢咧就本來諗住係將佢送出去翻佢哋鄉下，咁但係全中國都知道廣州而家咩料㗎啦，冇人會接收噶，咁咪原車去就原車打包翻嚟呢度，咁咧就麻煩啦，就停曬喺度。咁啊，露宿咧，因為佢原本嗰個佢住開個地方咧，就已經封住，又唔俾人哋入，咁佢只能夠喺街邊度瞓噶咯喎。咁附近嘅居民咧就會投訴啦，又投訴，因為佢好驚呢啲人去影響到佢，累到佢變黃馬。點解又話喺度瞓喺條街度，又會整污糟個環境啊？咁樣會投訴啦。咁其實我覺得就。即係我覺得就其實佢哋都係受害人嚟嘅，成個始作俑者就係政府。如果佢哋夠膽嘅，咪去政府投訴咯，鬧呢啲人冇用㗎。我覺得咁咧，就其他地方咧，就一啲地方封住嗰啲人咧，就可以落街買餸嘅，但係就翻唔到工。咁就其實都好慘㗎，即係可以支出，但係冇收入。咁嗰啲人啲情緒開始係都開始有啲猛啊！掹針啊，或者係有啲我依兩日都聽到有啲係跳樓啦，或者係去人哋屋企斬人哋咁樣嘅狀況。好啊，嗱係啊，嗱頭先你提到，我想講一次，因為我睇到嗰個有個信息話，而家喺廣州其實好多人瞓喺公園度或者瞓街嘅，係咪咁嘅情況？有㗎有㗎，因為佢有啲咧就係唔夠膽翻入去個村嗰度，驚佢自己驚出唔翻嚟。主要大部分咧就係嗰個外地人員啊，佢翻唔到屋企，有啲咧就係佢冇錢交租，嗰個屋主趕佢出嚟，咩情況都會有。最大部分咧就係諗住送佢翻去鄉下嗰啲人哋鄉下外省唔接收，原車打包翻翻嚟就瞓咗喺度。咁嗰啲人會問噶嘛，嗰啲外地人咁我而家點算先？你將我點安排先？問嗰啲大伯。大伯一味叫人哋揾親戚，喂，大佬，佢外地人嚟，佢喺廣州係冇根噶，分分鐘掹喺佢隔離嗰個，咪就係佢親戚，你邊度揾親戚先得噶？喐啲嘅人揾親戚嘅，唔奇怪嘅。咁附近啲居民嚟趕佢走，叫佢去第二度。咁第二度嗰啲人都唔想佢嚟噶嘛，怕佢俾佢影響變咗黃，就會可能會捉去方艙啊，或者係成棟樓封住，有咁可能。咁佢啲人驚噶嘛，咁咪。所以就是一個矛盾在這裡咯，但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是向政府去投訴，因為這件事是政府安排的嘛，搞到亂七八糟，那些外地人都是受害者來的。上兩天呢就有兩個外國人就是自發去送飯啦，派飯盒給這些人吃的，那些人就拿著個飯盒，我就希望那些人呢攞咗人哋飯盒食完之後咧，都反思一下成件事，反思一下，唔好下下都外國勢力啦。
因為我想跟那些人說，還有那些，跟著在本地那些人呢，有些人是受到影響，是回不到工，就其實都，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其實那些人呢，就相對時間長，因為特別中，海珠那邊，都過幾月了，都，那是不是應該去問下政府呢？我覺得應該都要問下政府，就不是去將怨氣發泄在其他人身上，是吧？找啱個源頭先得，我覺得應該要是這樣，鬧得我們是沒有用的，他都不想的。T 小姐，我想問個問題，如果呢，譬如呢剛才提到去找政府，有哪一個的政府部門呢，在現在這些防疫的問題上呢，是最直接對著窗口，你可以找他跟進投訴，或者是他真的做到事而不會是譬如灑了你又叫你去第二度問，甚至乎是又說你尋人滋事呢，會有一個確實的部門肯定是可以處理到的，肯定是可以幫到手的，有沒有呢？沒有冇，你只能够直接去佢政府个门口嗰度坐喺度，反正都冇嘢做，唔使翻工，咁坐喺个门口度咯。如果你叫个问嗰啲人，我应该去边个渠道咧，佢就会打发你嘅打三四五啦。问呢三四五系永远接唔通嘅，唔单止而家系咁，以前都系咁噶。你有问题，嗰啲人就叫你打呢个部门，打嗰个部门系解决唔到噶。以前都系咁噶啦，咪直接去政府坐咯。因為重點呢，好似嗱，你嘅想法當然係好正常，亦都係一個好有邏輯嘅想法啦。但係咧，亦都即係我哋亦都有啲聽眾咧，大陸聽眾咧都係講啊，一直存在出個問題係，你根本係揾唔到邊個部門申訴，你揾唔到任何一個咧係可以俾到確實答案嘅部門或者係一個官員。咁以至咧，譬如見到啦，可能之前啦，你見到其他嘅地區啦，咁都出現過一啲情況啦，咩鄭州都係，當你人數多少少，其實可能你十個八個咧，走去啲政府部門門口面前坐啦，去試圖去揾人去跟進啲事啦。咁呢班人咧，如果政府唔好老皮咧，佢就會話你係尋人滋事啊，跟住咧就會出動好多嘅白衣。換了白色衣服、保安衣服的人呢去驅逐，甚至乎是毆打暴力的驅趕、其實一直的個文化呢 在這幾十年來呢，是現在呢是個情況越演越烈了。我相信呢這個的衝突也是很多時候一個問題發生、見到的一些不好看的畫面呢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因。在這裡也都真的問一問請教台長，其實現在這樣的情況，啲人真係去到咁嘅情況，都有啲政府部門咁嘅態度，咁申訴唔到嘅喎，完全。咁呢個歷來嘅問題㗎啦，我覺得而家都未去到最極端嘅情況，最極端嘅情況就你一嘈，你或者有少少即係唔滿意，咁已經係有拉有鎖啦。咁我相信廣州嗰方面咧，佢哋就會稍為係比較文明少少嘅，因為。你而家呢個講法啫，係咁啫。但如果你去到內陸，我諗個情況仲惡劣啦嚇。咁我就會睇成咁嘅。我話呢度係一個制度性嘅問題，多過係一個而家即係防疫嘅處理咯。因為點解我講制度性咧？因為而家我有個睇法咧，即係我諗慢慢會變成主流嘅，就係呢種做法本身咧係要啲人民咧去習慣嗰種嘅即係備戰狀態嘅嚇，所以就。會去到咁嚴厲啦，但係呢個同個廣州嗰個基本或者廣東省嗰個基本嘅佢嗰個經濟嘅模式咧係好有大嘅矛盾，因為廣東省其實好簡單，就係一個外貿嘅主要嘅經濟體系嚟噶嘛嚇。如果你而家呢種即係封城嘅狀態咧，咁就好多經濟活動咧唔能夠去進行啦，咁變咗嗰個生計本身又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下降。咁對於廣州人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比即係相即係一個比佢哋會感覺到好焦慮嘅問題，因為即係廣州嗰個喺全國個經濟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比較優裕、比較富，即係經濟係比較好嘅。咁一旦咧，如果你係去到一個話大家揾兩餐都唔掂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好多人會出現一啲情緒嘅問題啦。正如頭先阿挑小姐講，可能去輕生或者去斬人咁樣。咁但係有一個講法咧，我就想阿 T 小姐咧就即係評論下或者印證下。佢係而家咧廣即係海珠區嗰度
好似上海咁樣。咁但係問題上海人有錢啊嘛，佢可以逃亡。咁但係你海珠區咁樣，就算話而家你有，咁你走到去邊啫？我又唔諗唔到話你好似上海點潤點 run 啊！真係你哋而家有冇得 run 啊？阿朱小姐嚇。走啊，走唔到噶啦！咁如果系有钱嗰啲，我谂佢应该都一早走咗噶啦。如果系冇钱嗰啲，佢走到去边啫？咁啊，去第二个区啊？咪第二个区咪又系咁？呢啲嘢始终即系点咧？点讲好咧？啲人又善忘啦，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诶唔会噶啦，应该咁样，即系嗰种意识后知后觉到不知不觉，所以先形成到而家你想喐系喐唔到嘛。咁所以好似头先咁讲。你去政府坐，他肯定会抄你牌的，一定要团结，要人多，其他人就算不关事的人都会有一个意识，就是今天是你，明天就可能是我的了，要有这个意识，但是没有的，这里的人，你预了去那些地方，如果你投诉抗议，预了他抄你牌，预了抄头算账的，但你不能够说又怕痕又怕痛的，那就静止，始终那个回力镖肯定有一日打翻自己度噶，咁啲人就系惊嘛，惊咪到发展到而家咁咯，冇得怨噶，其实有啲嘢都冇得。嗱呢个我相信咧，就即系我哋唔能够太乐观噶啦，即系呢个我谂系一个即系所谓国民性啦，即系你讲咗成百年都系咁样，咁我觉得咧就即系去到一个好极端嘅情况之下咧，就大家嗰种咁嘅情绪就会爆发出嚟啦，咁但系我哋唔知道系几时。咁但係有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咧都值得喺呢度即係同大家一齊即係討論下嘅，就係話咧，因為我喺啲相度咧，我開始見到咧嗰個供銷社啊，即係呢啲咁嘅字句出現啦嚇。呢個即係喺第幾張圖片咧，就應該第一張已經見到噶啦。佢雖然唔係好大啊，即係人民供銷社。咁嗱，我哋想印證一樣啊，T 小姐嗱呢個講法咧。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標語啦，或者呢啲咁嘅招牌咧，係近期出現啦，定係還是一路出現？只不過你即係突然間大家話即係醒起有呢樣嘢咧。呢一個咧，佢呢個牌咧就出現咗一段時間㗎啦。佢掛上佢係當一種裝飾吧。我覺得佢歡迎你去影相打卡咁樣㗎。佢係一種軟性嘅宣傳咯，即係等啲人慢慢接受翻，即係有種潛移默化咁樣咯。咁嗰啲後生見到啊，好新鮮，好特別喎！哇，好似復古嘅感覺，咪影相咯。但係即係嗱，其實發生呢啲事咧，即係個供銷社年代其實都唔係好遠嘅時間嚟啫嘛。嗰代人都仲未瓜噶，仲喺度噶。理論上咧，嗰啲人見到應該係有陰影嘅，係會驚嘅理論上。但係我又唔覺得佢有驚嘅感覺，即係佢。我問過你望見佢有咩感覺啊？唔會嘅，即係我問佢，你會擔心會發生翻走翻個年代咁？佢話嗰啲人都話唔會嘅，點會行得翻過去？點解個個都唔同曬啦？個個有工翻，有又做生意，又成同嗰年代唔同噶啦嘛？即係唔覺得會翻嗰個年代，就純粹係一種你要影下相啦咁樣咯。明白嗱，咁样啦，因为听众我哋唔知大家嗰个年纪有几大啦，我哋呢啲即系年纪大少少咧，我哋即系可以解释下，即系究竟发生咩事啦。喺呢个即系70年代啊，甚至我好早期，我80年代后期，我上广州时都仍然有类似情况嘅，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配给啦吓啊，甚至基本粮食都系，譬如我最早嗰阵时有鸡蛋都系嘅吓。咁點解嗰陣時係咁樣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嗰陣時嗰個生產力咧就係比較低嘅。咁好多嘢咧，譬如話，就算日常嘅一啲嘅基本嘅用品咧，都係長期缺乏嘅。咁於是乎咧，咪要配給咯，係咪啊？就唔等噶。咁但係一去到呢個90年代打後咧，就反而調轉啦。你越奢侈就越好。咁因為個供應本身咧已經係即係相當之豐裕啦，咁你有錢嘅咧就你盡量係使得係奢侈少少啦，可能食餐飯都可以好貴，特別係上海啦嚇。咁廣州亦都不遑多讓嘅，有個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個即係消費都係好貴。咁阿挑小姐提到咧，頭先有啲人會覺得咧，即係呢樣嘢係不能夠不會發生咧，就係、是、咦你經歷過即係如果比較後生啲，佢經歷過早10年前。
即係嗰種嘅繁華。佢感性上佢唔會覺得呢冇可能喎、啊？點樣？即係嗰陣時我哋一路都係咁樣啊嘛，點會即係突然間會變咗即係配給嘅咧咁樣？咁我哋如果作為年紀大少人，我哋話咧，其實歷史咧會重複嘅嚇。咁但係重複後邊係有佢後邊嘅理由，佢唔會無端端咁做噶嘛，係嘛？佢唔會無端端話喂無端端整個供銷社出嚟咁樣。咁嗰個情況咧就。即係如果喺呢個特別係文革之後啦，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上廣州嘅時候咧，你知道咧，人人都係著同樣嘅衫嘅，甚至差唔多人人都係同樣嘅頭髮嚇、啊，即係基本上冇所謂電髮呢、這個，即係如果女性嚟講冇電髮呢個概念嘅啦嚇。咁點解會咁樣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叫做係計劃經濟嚇、啊，一年之中你要生產啲咩嘢，你要消費幾多嘢，全部已經定曬嘅啦，係。找啲人就個經濟，就個計劃經濟，而唔係個經計劃經濟就個人。咁呢個同原本計劃經濟嗰個諗法係唔一樣嘅。計劃經濟原本唔係諗住咁樣嘅，但係佢發展咗嚟，佢真係喺實際上情況之用咧，就要找人去遷就佢。咁於是乎咧，就好多嘢就冇人性啦嚇。例如譬如話你去選入工呢個職業，唔係你自己選喎，係。即係分配俾你喎，你做咩就係、是、哦，你畢咗業之後嚇、啊，你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咁到咗八十年代打後先，其實先開始話係你自己可以有機有呢、這個即係選擇職業嘅自由啦。咁我但係個前提就係你有私營企業嘛，唔係你全部公營企業一定係即係個人企業一定係分配啦。我私營企業就係、是、哦，你咩嘅能力，你要求嘅咩薪金水平，由佢大家喺個市場上邊去議價。咁呢個即係制度本身咧，其實喺中國咧，大陸而家其實都叫相對成熟噶啦嚇。所以即係點解話啲人會覺得即係翻轉頭去翻呢個所謂供銷社，即係配給啊呢樣嘢嘅時候咧，係覺得冇可能，甚至佢覺得有少少新奇咁得意嘅嘢嘅，我哋都未經歷過。佢初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當你經歷過咧，咁你就知道咧，即係嗰種咁嘅苦處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嘅呢個嘅人民飯堂啦嚇，咁我哋睇落都好似有呢啲咁嘅即係意味喺度啦。咁呢個亦都係講咧就喺呢個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就盛行呢樣嘢嘅，大家食大鍋飯嚇，咁咧就成班人一齊。咁呢個亦都牽涉到咧個農業嗰個生產嘅問題啦，就係喂你喺農嗰個農村嗰度你採購嘅時候，你咪統購統銷咧，農村。佢耕咩田，你全部咧就即係一次過啊！我要曬，咁跟住咧就邊個要幾多，邊俾邊個幾多，邊個幾多咧？全部由我自己去規劃規定，就唔係個市場去決定啊！咁如果一旦出現呢個情況咧，我相信咧有個可能性咧，就係中國嗰、那個即係唔好講其他地方，可能廣東省嗰個農業生產嗰、那個即係效率咧會大幅下降，因為呢個缺乏咗嗰個農民。他們自己去耕種那種的誘因，這個要詳細解釋一下。譬如說我那個農地我種米的當然好啦，人人都吃米的嘛，沒米的沒有，即是陳雲說過啦，這個是中共元老無糧則亂嘛，即是主食你沒有了當然什麼，喂但不是我種米我賺不到錢的，可能我種下荔枝，我種下其他東西，甚至我種下榴蓮，如果種到的話那這些賺到錢嘛，那就種這些，但是這些不即係唔係飽肚，甚至亦都未必俾呢個即係自己即係喺國內嘅人去消費嘅，可能運出去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咧就牽一髮而動全身。咁所以點解我都覺得咧，即係呢個情況咧係幾難翻翻轉頭，就因為咧你唔係講撳個掣，全部就時光倒流，大家翻去三十年前噶嘛，大家都冇呢個準備係咪？你農民嗰度都唔係咁種嘢發嘅而家。咁但係翻轉頭嘅時候咧，必然咧就會即係可能有一啲震盪啦嚇。咁但係咧，我亦都用翻頭先嗰個方法去解釋呢樣嘢啦，就係咧呢一種咁嘅做法咧，可能係潛移默化嚇，即係過一段時間，但係我唔知幾多年啊嚇，係首先令到啲人習慣咗有呢樣嘢先嚇，即係慢慢習慣啦，就跟住咧就適應啦嚇嚇，試點啦，揾啲地方做啦嚇。咁即係嗰個後邊嗰個動機，我相信亦都係個戰係備戰嗰個問題，可能係引發呢樣嘢嚇。咁但係對於即係年紀大人嚟講咧，就有一句説話叫猶有餘悸啊，即
即經歷過亂嗰段時間之後咧，仲翻轉頭咧，咁大家就覺得話即係嗰段時間其實已經俾好多痛苦嘅回憶大家啊，尤其是文革嗰場嗰陣時啦嚇。咁如果再翻去嘅話咧，咁好多人都覺得就係真係要諗一諗啲方法去避免呢樣嘢啦嚇。咁所以呢個即係好值得大家去睇睇嘅。不過而家咧，即係呢個情況，我相信未去到一個喺廣州咧，起碼未到一個最廣泛的。我啲喺其他地方我哋睇得比較多嘅嚇，可能咧就喺呢個內陸嗰、那個即係呢啲省份或者城市咧。呢種做法可能會比較受落，因為嗰地方原本是窮的嘛，啊，即係窮嘅時候，大家一起配給，大家一起均貧一起窮的時候，可能嗰個震盪冇咁大。但係廣州畢竟咧，佢係一個即係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地方，所以咁樣做法咧，我相信即係廣州的市民咧係會真係有啲驚慌的。好啦，阿 T 小姐嗱，即係而家我哋都訪問，即係都同你傾過好即係一段時間啦。譬如你自己嚟讲咧，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可以定几耐啊？即系而家呢种情况，即系佢封城定系封城？封城？封城啊！封城系即系唔连落街买嘢都唔得啊！我谂你得嘅，你都讲我俾你听啦，你都得闲落下，甚至即系都有即系翻工，而且你有细路仔添啦。咁你嗱，而家呢種狀態，即係以你自己為例啦，即係你唔好講到太極端。你自己覺得你可以定幾耐？年零兩年啦。哦 ，OK， 年零兩年，咁就咁我哋真係衷心祝願啦。年零兩年之後，呢條噩夢即係會過去啦嚇。我又唔覺得佢會即係點講咧，直接地即係我自己嘅一時候去。判斷佢啦，因為我之前我自己都問我自己，到底依個供銷社行唔行到，會唔會翻到轉頭咧？咁我之前喺度諗咧，咁而家嘅環境、社會經濟咧，好難行得翻轉頭。咁但係後尾我發覺我依個諗法係錯嘅，即係我講得婉轉少少啦。孭住200斤嘅嗰個人，過去嗰10年最大嘅功績咧，就係將一手好牌打到爛。咁將來嗰10年或者20年，佢有能力可以將一手爛牌打翻好咩？唔可能。經濟係我覺得我即係好難搞嘅經濟，只會越嚟越差。咁所以咧，呢個武肺咧就會一直存在，因為佢係呢個經濟差嘅遮丑布，有得賴啊嘛。咁當一直差落去咧，佢就可以去銜接到。入翻去嗰供銷社嗰個環境啦，我嘅問題只不過就我諗未諗到嘅就係依一個銜接位到底要行幾多年？咁其實嗱，好似好簡單，佢話有依個武肺，有武肺啦，所有人封起嚟啊，點樣啊？咁其實依個武肺行咗3年，你啲人係咪應該要諗一諗咧？係咪佢政府話乜嘢就乜嘢咧？咁其實可以換湯唔換換湯唔換藥嘅喎，佢話打台灣啊，而家打到喺個台海嗰度打到砰砰聲啊，你哋全部軍管啊宵禁，其實係可以噶嘛，同而家狀況差唔多啦，換湯唔換藥講個説法嘅啫嘛，激起啲民憤係咩？佢喺電影嗰度剪兩幅圖發出嚟，邊個知啊？打到砰砰聲，你哋個個匿曬屋企點樣點樣，我分配俾你，我補給俾你。其實我覺得私人是 OK 嘅，我係嗱呢個都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嗰樣嘢，不過阿芝芝用另外即係佢另外一個方向講嘅，就係、是、如果你話去到一個即係備戰嘅狀態，你戰時經濟咁，以往我哋見到好多其他就算其他國家都有類似情況，但係個人民本身佢理解到呢樣嘢嚇，因為有咁嘅特殊嘅情況，所以咁做。咁我相信阿 T 小姐頭先講嗰度啱嘅，就係話你當你長期係受咗一種嘅，即係呢種咁嘅意識形態嘅導向啦嚇。咁你睇個資料都係咁講嘅時候，你相對比較容易去接受呢樣嘢。但係頭先阿 T 小姐講到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可以值得斟酌嘅，就係話呢個適應呢個倒退啊，翻轉頭嗰個嘅時間會幾耐咧咁樣。嗱，我哋舉個例子啦，譬如話喺4-9年之前。譬如廣州嗰個又係
嗰個經濟條件相當之唔錯噶嘛。嗱嗰陣時咧，就香港其實就即係嗰陣時，我哋話上省，即、就、係、是、我未出世啊嚇，但係我聽人講話上省去省城咧，其實就翻廣州嘅嚇。咁你香港只不過係一個即係省人外圍啲嘅城市啦。咁香港嗰個經濟嘅起飛係基於嗰個中國大陸嘅經濟進入咗個社會主義嘅制度底下。它形成了一個窗口，差不多叫獨自生意，於是乎呢就即有了這種這一個優勢在這裡。廣州的人，廣州的市民，他幾點習慣了這種這樣的情況呢？可能講緊短短是那幾年或者十年而已嘛，是不是？由四九年開始到五十年，那就已經即是大家哦，係咁噶啦，就唔會再記得以前嗰種嘅廣州市嗰種嘅呢個嘅繁榮啦，係嘛？嗰陣時我哋仲記得有個好著名嘅播音嘅前輩阿李我啊，嗰陣時佢三十年代佢係坐飛機由廣州落嚟香港飲茶，即係佢原本個基地喺廣州，即係咁有錢啊！咁但係眨眼間。即係呢個，即係咁就可以忘記咗話，哦，原來以前係咁，而家就完全唔係。咁但係今日咧，我就覺得呢個情況咧有少少唔同嘅。畢竟咧就即係大家經歷過嗰個繁榮嘅嗰個時間咧，都唔係叫短啦嚇。即係呢個十年嚇，由八十年代打後到九十年代，特別九十年代嗰陣時候，即係廣東省嗰個經濟係咁蓬勃係嘛？就算東莞都係㗎嚇。咁呢啲人正值壯年，佢經歷咗呢段時間，咁佢會唔會話啊咁快就忘記咗？即係以前係咁樣咧。如果一旦出現咗嗰個即係供銷社人民飯堂嘅時候，所以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如果佢哋有能力嘅，佢哋都 run 嘅，佢哋都去尋求其他嘅地方嘅嚇。咁但係我哋要即係呢個事件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先知道實際個情況係點樣啦。咁但係咧。即係總之咧，就一定要去即係去加緊去睇翻，即係最新個發展係點樣啦。一旦如果呢啲人民公社啦、呢啲人民飯堂啦、啲供銷社咧大量出現嘅時候咧，咁大家就真係要知道係點樣啦。阿文俊啊，就除咗呢個即係廣州嗰邊咧，喺東莞嗰邊，其實我哋都唔知唔知道啲新嘅消息㗎。東莞那邊呢，咁有聽眾呢係做廠㗎。咁佢話呢其實而家有一個重創㗎，就係唔止呢係我哋報告提及到啦，頭先聽眾提及到呢即係呢個海珠區啦，一啲遣散啊，一啲製衣工人呢話去投靠親友啦，跟住導致佢哋咩嘅情況。咁其實呢亦都係呢即係見到個情況不妙呢，越嚟越個情況險峻啦。咁於是有大量嘅人群呢，其實呢講緊都唔係淨止呢兩個星期嘅，喺之前咧其實已經開始咧係撤走噶啦，咁啲人咁所以，譬如你話啊，有冇一啲而家其實咁嘅瞓街嘅，絕對唔止我哋以前講嘅三和大神啦。啊，即係我想問阿 T 小姐，你知唔知咩叫三和大神啊？我嗰次聽你介紹就大概知，你講之前我就唔知嘅。哦，咁其實講緊咧，深圳咧，其實就有好多咧，佢將自己身上嘅身份證啊、電話全部買曬，一啲冇身份嘅人咧，每日靠一啲日結工作去開工啊。咁之後咧，深圳市政府咧係有一個咧，為期兩年嚟計啦嘅一個嘅整改嘅活動，就係話咧市面上要肅清呢一啲嚇冇證、冇身份，甚至乎懷疑精神有問題，即係叫做一日咧嚇可能揾個$120，跟住咧佢揾兩日咧。就喺度周遊離浪蕩啊，喺啲網吧度瞓覺打機啊嘅一個人群啊，咁呢群人都唔少噶。其實講緊咧，當陣時咧，咁係足足咧喺深圳都有幾萬人嘅。咁不過佢分散咗喺唔同嘅公園啊、唔同嘅橋底啊，甚至乎喺啲坑渠度撈啲清道夫嗰啲魚啊嚟到燒嚟食啊。咁其實當時咧，深圳市政府就用嗰啲收容所嚟到去收留啲人啦，咁但係後屘咧演變到咧陸續咧講緊啲外資啊，就撤出啲中國啦，咁譬如講緊珠海好出名嘅啲有個相機嘅日本嘅品牌咧，佢一個啊30几年、40年嘅廠咧。都係結束咗，咁就搬咗過去越南，咁有好多人咧就亦都係冇嘢做啦。個情況就去到咧有好多其實佢有身份證嘅咁嘅人咧，但係好似你所講嗰班冇根嘅人。咁可能佢哋係嚟自北方㗎啦，嚟自一啲
更加窮的地區落咗嚟廣州嘅打工族啊。咁呢班人咧就係、之前就係、最差嘅情況係三和大神就嗰一堆咯。咁而家其實咧喺東莞都有啲人咧，就好似你所講，又嚟又話你浪蕩啊。因為可能咧就係、見到個廣州嘅情況咧，亦都相應咧開始有啲小區咧係去驅逐咗呢一啲人出去村道，因為譬如話驚佢可能係。係會導致到係黃馬紅馬嗰啲，咁同埋咧，亦都咧，我唔知道有個新聞啊，阿 T 小姐有冇睇到啦？就是、其實咧，佢開始咧又興建大量嘅方艙醫院同埋嗰個隔離配套嘅嗰啲隔離營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啊 ，T 小姐。哦，有啊，佢有兩個咧，就係萬景沙同南沙兩個大型嘅，就琴日19號要完就完工噶啦。佢起啲方艙咧，快過雞屙尿噶佢。就是起了他不用整那些什么水渠啊那些他不用的了。那么起好了、那些10萬的外地人员就陆续安排送过去咯，送去这些方舱这些咯。那如果有些好彩的话，即我们这里呢那些酒店都所有酒店都已经是被政府整下来到做这些隔离的了。如果有些人好彩去到酒店呢设施齐全的都好的。去了这些方舱是惨的，实乱的，抢饭盒抢物资他肯定乱的， 他连冲水都没有，很差的卫生。是啊，那个情况呢，其实东莞都出现了这些呢流落街头的一群的，咁同埋个位数咧，可能未必系大家想象咧咁少咯，可能你都会喺啲公园啊，或者天桥底咧，或者啲建筑物啦、尤其是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咧系嗰啲烂咗尾，即系叫做话啲楼盘啊，烂尾楼盘咧，其实俾呢啲所谓无家可归嘅人咧，无业者占据咗啊。咁更甚者咧，其实佢对东莞嘅打击就系、东莞咧，其实以往有两个行业系都系好发达嘅，咁。讲第一个就系制造业啊，啲工厂嗰啲；第二就系呢个色情行业啦。咁而家咧讲紧咧喺即系你一啲唔系本地户口嘅人咧，咁遭到民间嘅驱赶，跟住另外官方咧亦都周围叫佢哋，你谂办法系撤出广州，即、就、系、是、去投靠亲友。但系你好多人根本而家个情况咧，佢走唔到嘅，即系你用正常嘅交通途径咧。其实佢落上唔到交通工具嘅，咁呢班人咧，其实就喺东莞都系有形成一个问题，同埋咧东莞亦都系即系我哋有听众讲咗啦，其实开始咧亦都系有啲地区好似阿 T 小姐咁讲咧，就算唔系违反都好，佢系限制你个活动范围，即系你总之唔会好自由噶啦，你唔会周围去到噶啦，有地方你入唔到嘅，咁另外咧亦都系即系嗰个封控嘅情况咧。都是嚴重的，只不過咧，相對咧就是、因為之前咧，今年啊，陸續好多倒閉咗啲廠同埋嗰啲商家咧，令你本身個經濟都已經咁坎坷情況之下，好似唔多覺而家呢一個疫情咧嘅打擊咯，即係成個情況係咁咯，台長。嗱，明白嘅，嗱呢個即係都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因為你成咁多人，而家越嚟越多人流落街頭咧，即係佢哋每一日都要為嗰、那個。三餐一宿而去奮鬥，或者唔好話奮鬥啦，即係去籌措啊。咁仲有一個另外一個都同呢個相關，就係咁而家已經11月尾啦，11月中啦，11月尾啫嘛。咁眨下眼就過年嘅喎。咁嗱嗱，阿T 先生，你睇佢哋而家今年嗰個春運會點搞法？因為即係馮真以前，我記得嚇廣州站一到春運嘅時候咧，哇嗰種虛陷化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經歷過。咁今年你估計會點樣啊？嗰個即係發，即係呢啲民工啦，或者啲工人翻鄉下，或者翻唔翻到咧？我諗如果佢因為全部都實名證㗎啦，佢搭車應該就唔難。即係如果佢有心翻，可能揾嗰啲貨拉拉嗰啲私人嗰啲，佢幾個夾錢車佢翻去嗰啲，咁就可能會有。搭呢啲啊，就應該唔得噶啦，佢上唔到車嘅，佢實名認證唔到，買唔到。咁、那個好似舊年前年都少咗人啦，嗰、那個車站，因為有啲佢翻咗去就已經唔再翻嚟噶啦，有啲。嗯。咁就好少，都我估佢今年都應該差唔多，人流都係少噶啦。啱啊，因為你就算想翻個鄉下都未必歡迎你啦。你喺外地翻嚟嗰時候，我都唔知道會唔會染病啊嘛。所以我諗今年嗰個情況咧，如果去到即係再惡劣少少咧，我諗可能講緊東莞啊、廣州通街都有人瞓街啊。
咁我唔知道到期時點處理呢個問題啦。你係咪又係大白處理咧？咁真係唔知啊。哇咁啊！台長啊，我諗佢咧就係用呢個方艙嘅新建嘅呢堆所謂方艙醫院咧，其實就諗住作為一個嘅收容所啊。嗱，即係我唔敢用阿 T 小姐個諗法去話好似嚇啲集中營咁樣啦，因為呢個詞咧。其实多少是令人听到毛骨悚然啦，咁我只可以即系用一个所谓收容所嚟讲啦。咁但系咧，有件事即系最尾都想阿 T 小姐同阿台长咧，有两件事去引证下。第一，我哋咧有一位咧，广州嘅听众，咁系从事呢个系金融业嘅，咁喺前日嘅节目咧，佢讲到嗰个健康码，咁系嗰个计时倒数嘅问题。咁虽然我哋打趣咁讲啊。就話好似孭住個計時炸彈啊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個健康碼係咪真係有倒數嘅咧？咁我喺呢度咧想請阿 T 小姐去引證，唔會話喂淨係佢嘅地方先咁就可能佢係海珠區，所以先至咁樣，定係還是喂距離遠啲嘅 T 小姐佢個健康碼都變成咁？咁另外第二件事咧，我都想阿 T 小姐咧同埋台長啦去睇睇啊嗱，譬如好似啊一講到疫情。其实一个咧最伟大嘅人咧，我哋一定会谂起佢嘅名字啦。咁视佢为救世主啦。哎，咁呢个人唔系习大大，系钟南山。咁佢讲紧佢系经常去到好多地方指点江山啦，指点你嗰个吓疫情点处理啦，指点吓嗰一个新产业又要俾意见啦。其实佢嗰个情况咧，对于我谂香港澳门人嚟讲咧，呢、這个先系咧俾大家指引嘅，唔系老师哦。佢係特首嘅老師，即係呢個先係真特首。咁所以即係喺呢度咧，我即係呢兩個問題：第一係健康碼，第二究竟鍾南山院士喺而家呢件事上面，廣州爆到咁，而我冇記錯好，我冇記錯佢係廣州人咧，因為咧我見鍾院士開會係講廣東話嘅，佢個樣都似廣東人。咁啊，即係難得阿 T 小姐喺度啦，你可唔可以答我呢兩個問題？我諗聽眾都好有興趣知嘅，唔該。哦，好，首先讲咗健康码嗰度啦。健康码咧，因为而家嗰个佢话佢话疫症啦，原因关系啦，咁就每日都要去做核酸，做核酸咧就嗰、那个去俾佢撩撩咗大概等十个钟到啦，咁啊送咗出去广州嗰度，佢检咗之后咧。就開始計24小時，每日都要去檢。咁如果你超過24小時咧，咁就變48噶啦。咁有啲地方就唔俾你入噶咯喎。咁你又要走去檢啦。咁如果好似有啲地方佢話發現到陽性，咁咧嗰附近嗰啲嗱，你好似去一啲場所咧，一定要滴佢嗰個碼噶嘛。咁如果你咁啱滴到佢碼咧，嗰、那個位置可能話係風險區域，跨咗上嚟，咁你。你的碼都有可能會變成黃色的、哦、變成黃色那就要去指定的、專門驗黃碼的地方去驗三日那呢這幾日呢就很煩因為政府是要每個人每日都要驗一次但是他驗的時間呢就是早上七點到、傍晚的五點或者六點那些人要上班的嘛咁多人去排隊，分分鐘排兩三個鐘就係驗佢，咁咪唔使做嘢。好似嗰啲讀緊書嗰啲咧，佢而家就上網課，咁個老師可以叫啦，唔上網課住啊，你走咗出去同家長去驗咗碼先啦，咁樣即係好似我感覺就成個社會咧，就係為咗個驗碼，咩事都唔緊要嘅，你可以推遲啲做嘅咁樣。咁如果有啲人真係趕唔切啦，咁超過咗五點鐘嗰人落班啊，咁點算咧？咁就去佢有啲站嘅，就24小時就去嗰啲站就驗咯，就16元一次。咁如果政府號召依啲係檢一號召每日依啲去檢嘅話，應檢盡檢依啲咧就係免費嘅，就係咁樣嗰啲人就係每日就係驗核酸，見到面第一句説話你驗咗未啊？咁就係咁。好似以前一極多咁啊！你今日飲咗未啊？啊，跟住咧就阿鍾南山院士啦。啊，鍾南山院士咧，頭先個文俊即係有個疑問啊，廣東人。佢肯定係廣東人啦，佢嗰個嘅父母其實好著名嘅醫生嚟噶嘛嚇。咁啊，阿鍾院士近排少講嘅嘢喎，咁啊，阿 T 小姐啊，其實佢你有冇聽到佢消息啊？冇啊，冇見咗佢好耐啦。咁係依度啲人係好信佢噶嘛，
好似板蓝根啊，嗰、那个咩咩青瘟啊，莲花青瘟都系佢嘅杰，系啊，都系佢杰作嚟噶嘛。系啊，咁啲人咁信佢，但系而家广州咁大件事，佢竟然唔出嚟，咁啊啲人系咪应该要问下佢咧？系咪先？唔见咗人喎、啊，咁而家边啲人做咗医生咧？咪保安啦、啊，居委嗰啲八婆啦、啊，唔知乜水嘅大伯做咗医生咯、啊，嗰啲人做咗医生喎、啊，佢话你可以出嚟就出嚟，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入嚟就唔入嚟，要封你就封你，依啲人做咗医生喎、啊，即系依。依樣嘢咧就令我諗起史丹福監獄實驗啦，依、這個就係一個大型嘅史丹福監獄實驗，係發揮得好極致又變態，個結果係絕對係慘嘅。嗯，好啊，咁啊，施小姐提先嗰、那個頭先提到嗰個史丹福嘅監獄實驗咧，咁我哋好多年之前咧，神秘之夜都介紹過嘅，就係、是、史丹福大學進行一個心理嘅實驗，就係、是、一班學生啊模擬監獄。咁但系結果發現咧，就係嗰班扮呢個獄卒嘅人咧，真係當咗自己係真係騙咗自己當咗自己係獄卒。嗰班扮囚犯嘅人真係當咗自己係囚犯。咁換言之咧，就係個社會制度咧，其實可以塑造一個人嗰個性格。但係，師姐，而家其實啲大伯係嚟自咩階層咧？其實佢哋係咩人嚟嘅咧？而家我依度出邊嗰啲咧，就係、是、有啲係義工啦。有啲咧就係防疫人員嚟嘅，都係普通人嚟嘅。咁如果係本身嗰、那個、嗯、好似海珠，佢之前係亂過啊嘛，嘈過啊嘛，嗰啲就係武警嚟噶啦。哦 ，OK， 最緊要呢樣嘢，最緊要呢樣嘢係，因為發生嗰啲嘅打鬥嘅事件咧，即係可以嚇咁、啊、快做啲嘅反應咧，其實我睇都係一啲武警嚟噶啦嚇。咁、啊、但係咧，而家我哋想確認一樣嘢咧，係咪即係喺之前咧，其實出過係裝甲車同埋開過槍嘅？在某些地方裝甲車是出過，有沒有開槍我不知道、啊、哦 OK 明白好了文俊那麼、啊、T 小姐、最後呢、啊、有一個問題想問她、啊、T 小姐、啊、我跟台長呢有兩天我們講了呢有個女仔被人綁反綁住跪在地下的那件事呢、我想問一下你啦或者你身邊的朋友呢看到有什麼意見我覺得她是唉，點講好呢？我好猛噶，睇到你身邊冇其他人，點解啲人唔會幫佢呢？嗰啲人喺度著住大白嗰啲衫，好明顯就喺度濫用私刑啦、啊！即係、嗯、我係睇到好猛整噶，嗰、那個女仔手無搏雞之力嘅，你點可以咁樣係咬住佢隻手去綁佢嗰個索帶嘅喎、啊？嗯，有必要咁樣咩？哎，我真係而家最嚴重係。佢個 friend 懷疑係俾人打暈咗添啊，因為你見到張相咧，佢朋友係好明顯冇咗知覺，瞓咗喺地下噶，都係俾人綁住。係啊，佢係冇喐噶嘛，睇到，但係佢係點樣對嗰個黑色衫嗰個咧，就冇片睇到。因為有條片咧，嗱，佢冇片拍出嚟嘅，咁但係咧現場嗰啲聽眾咧留咗言喺 Twitter 嘅，咁但係嗰個留言咧，我哋技術人員即係冇截圖，咁聽眾就係口述咗啊，就係、是、咧有現場群眾稱咧，即係嗰當地去綁嗰個女仔，嗰、那個女仔見到啲人攞繩，你都見到嗰段片段咧，佢梗係唔俾你綁佢啦，係嘛？咁跟住佢作出反抗的時候咧，其實側跟咧係應該係有大伯係唔知係抄起啲棍定係啲雜物咧，想剝落佢度啊！咁佢朋友咧可能見到咧。就推開咗佢，咁啊俾人搏中咗，跟住就瞓喺地下喐唔到咯。即系嗱，呢個咧係純粹啊 Twitter 上面嘅國內網友嘅口供，但係係唔同我哋琴日咁樣係成條原片擺咗出嚟嘅。佢擺唔到，因為冇人拍到嗰段，好明顯嗰段斷咗嘅。但係就係琴日嗰條片咧，就起碼印證咗一樣嘢，就係、是、咧你發覺好多人就話，因為嗰兩個女仔打人在先，或者嗰兩個女仔甚至乎話佢哋圍毆大伯。咁但系你睇到嗰段片啊，其實冇啊，同埋嗰段片咧，亦都係引證咗我頭先個口供，就係、是、已經開始有啲唔知名嘅男人，佢唔係著防護服噶，我唔知係城管定係，即係究竟我真係想問下你嗱，喺國內呢啲辯護人員，佢冇任何嘅制服，又唔係大伯，又唔係警察，但係點解呢一啲人僅會係攞住啲可能去毆打人啊、鉛制住人啊嘅一啲用具同武器，而呢班人係可以咁？即係咁
即系咁自然咯，好似系惯咗咁样。咁呢班咩人咧？即系喂，佢梗系黑社会啊，系咩系咩人嚟噶？点解会系可以系一涌而上有六七个人？你见到佢哋冇着大白服噶，但系佢咁样喂，其实定系城管啊？咩？其实咩嚟噶？我想问你，即系以你睇到，唉，呢啲人嘅身份我都想知道，因为呢啲人咧，我觉得佢咧就系、是、同当地嗰啲公安咧系相识嘅。咁但係佢基於佢嘅身份，佢又唔會話咁明顯講佢係邊個。咁平即係好似小流羅咁咯，平時哈哈霸霸，同啲公安落咗班，亦都會同佢有接觸交流，或者一齊去飲酒啊咁樣，依啲好正常嘅，好多人都知嘅。即係就但係就唔會話係好明確嘅一啲關係啊咁樣咯，即係大家互相一種利益咁樣存在。嗱，可唔可以用我哋嘅術語講咧？呢一班人就是陀地或者稱佢為古惑仔咧，只不過咧佢就係攞正牌嘅古惑仔，就唔同啊！我哋平時講嗰啲港澳古惑仔，可唔可以咁講咧？依度嘅差佬就係攞正牌嘅古惑仔，嗰啲人咧就係冇攞牌嘅古惑仔，大家都係呢、這個即係好簡潔地去解釋到即係嗰個疑問噶啦。好啊，嗱呢一節我哋都好長噶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好嘛？好，咁啊，今集咧辛苦晒啊 T 小姐同埋辛苦老师啦。咁啊 T 小姐啊，咁啊你继续留意个情况啦。咁我哋啲听众咧好需要你嘅亲身嘅即系嘅资料啊。咁啊，不过一切都好，最紧要你都系要小心。咁啊喺呢度咧，咁就祝福你同埋你屋企人啦、家人啦、长辈啦，都身体健康。同埋咧，有啲咩事嘅话，就算系有困难嘅，除咗话俾一啲听众意见之外咧，可以直接同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去讲翻。咁大家咧真系唔系当话系听众啊，系朋友。咁有啲咩嘢咧，咁啊大家最紧要保持联络，好唔好啊 ，T 小姐？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啊！咁啊，老师有冇嘢要补充？冇就下节翻嚟好嘛？下节翻嚟 ，OK， 辛苦晒，拜拜，拜拜。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啦，咁阿朗哥阿陳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咁咧跟住又出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使用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藝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